中欧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两大力量，有着广泛战略共识、共同利益以及深厚的合作基础。中欧合作直接关乎亚欧大陆繁荣和全球格局稳定。零和博弈没有赢家，搞脱钩锻炼阻挡不了中国发展进程。 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宏观政策协调，反对经贸科技交流政治化、武器化，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，为合作创造有利环境。